这一期卖坏了姐妹们，我真的哭叔只能这样加速放了。本来我想着要不要放音乐，后来觉得会太吵，就不放了吧。 这个土豆豆角炖粉条也是真的很下饭，他隔壁的肉末茄子也很香。 这个红烧肉空口吃都不带咸的，而且这次的肉没有炖得很烂糊，稍微带点嚼劲，可算是快吃完了。这好家伙给我整的。 吃饭了，姐妹们，这个是虎皮青椒。
흡수하다 잡지.
这个是使者到家的酸菜鱼，这味道真的绝绝子。 土豆粉也是自带的。
哈喽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吃开小差价的辣条。它一包里面是12小包，看着味道就不错。 拿着喝的。 这款辣条味道也不错，香香辣辣的。它里面是磷酸，是脂肪酸和磷甜腻素的，味道是真的很不错，可以尝试一下哈。它没有特别特别辣，但吃到后面的话后劲会比较大一点。